Kyle guys。那最近搬到社子了，那反正就是换一个地方，总是会有新的运动路线嘛。所以今天就是无聊，想说天气也不错啊，带大家去看一下附近的我的运动路线吧，应该是这样吧。OK， 1, 2, 3, jump。今天的天气还不错、所以才决定要录这支影片，然后很漂亮哦，真的，这下过雨后的这几天，这里附近都变得很漂亮。OK， 就是空气也变得很好，跑步也不用再闻一些什么有的没有的脏空气哦，所以就趁天气好的时候出来跑个步，好，等一下再说。这边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，就是这几天不是南北部大雨吗？前几周不是南部大雨吗？我跟你们讲一下他们这两种两个地方不一样的那个泄排洪方式。南部呢，就是希望以建造滞洪池的方式，让把水流抽水机把淹水的地方水导入外面。应该这样说，他们把那些水淹的水。应该说，他们把淹水呢，南部高雄，他们建造了很多蓄洪池、滞洪池，把那些市区淹的水先排到滞洪池，等到呢 雨水退了，然后呢才将多余的水分排去外面。那至于呢，台北市的做法就是这样，筑高堤防，然后呢一下大雨就先把水往外排，排到河川，所以呢他们。两种这种排洪的方式不一样，所以呢，不要再嘴说南部怎样，北部又怎样，两种排洪方式不一样，所以呢，自然会达成不一样的效果。折返点，这里有个交叉的地方，后面的天气非常的好，这里有个交叉的地方，这是我今天的折返点。那，我想说的是，总之呢，因为今天时间比较不够，今天时间大概是4:30出来跑的，因为刚刚去买东西，准备要开学了，所以忙了一下子，忙了蛮多事情的。OK， 那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在下面订阅、按赞跟分享，然后可以follow我其他的粉丝专页或是 Instagram。那今天的影片就稍微讲一下我搬来社子以后我的运动路线在哪里。然后如果你想告诉我你平常在你家的运动路线是长怎样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OK， 那这那根大烟囱啊。大烟囱 ，OK， 那这，宝宝。